大家好，我是小贼猫，现在距离我开学还有12个小时，可是我的作业竟然一个字也没有写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如果时间能重来，我一定好好写作业。老天呐，就让我回到放假前的第一天吧。好累，我先休息5分钟，然后再起来写作业吧。这家看起来不错，应该有很多钱吧？那我樱花小镇第一神童今天晚上的目标就是你了。别叫别叫啊，小猫咪，不要叫啊！到这个屋子里来看一下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大哥，不，大姐，大姐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只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我千万别报警啊！大姐，肉，我要吃肉，鸡腿儿，好大的鸡腿儿呀！什么嘛？原来是梦游啊，吓我一跳！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这些是啥？这些是寒假作业，居然一个字也没写啊，比我小时候还过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我来帮你吧。哎呀，怎么睡着了？现在几点了？我去，都8点了，完蛋了，我的作业，哎，我的作业呢？书包也不见了，还有我的压岁钱居然也不见了，这一定是被偷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也忒好了吧，嘿嘿，终于不用写作业了。你的寒假作业呢？老师，我的作业被人偷走了。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？要找理由也找个好点的理由。那天底下有那么傻那么无聊的小偷吗？去偷你的寒假作业，给我出去站着。喵喵，你的作业做完了吗？现在写不写完不重要，我是身不由己啊，反正老师肯定不会责怪我的。哎，是不是没写完作业被老师罚站了？太惨了，你谁让你不写作业呢？那你就乖乖在外面站着吧。小贼猫，你的寒假作业呢？老师，我作业都写完了，但是昨天晚上我们家里进贼了，他把我的寒假作业给我偷走了，所以你就觉得老师是傻子？没错就没错，找理由也不找个好点的。你天天和人小葵在一起，你看看人家，人家的寒假作业就做得很。老师，我也没写完。都给我出去站着。老师，我真没撒谎，我作业真的被偷了，要不然您到我家里看一下就知道了。那好吧，我就再信你一次。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我的作业又好好的出现在桌子上？老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真……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明天让你爸妈来学校一趟。喵喵，你回来啦，看见你的作业了吗？警察叔叔知道你写作业不容易，特意给你找回来的，感动不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。